时间2023年5月27日，地点从不发。上次刚转灵的四只巨鳄叉角有没有乖乖长大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是我外国最爱的虫，就是巨鳄叉角。然后有两只母的已经快了，然后现在这是一公跟一母，母的公的。那我们就来打开吧。在图表，好 ，OK，、欸、好肥哦，看一下，哦，哎、欸，哎、啊，刚刚怎么他怎么瞬间掉下去？好 ，OK， 来、啊、量一下体重，好吧？没想到巨鳄的宝宝还挺温柔的哎，是想被咬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它没有像它成虫之后那么的躁动，11克，十一克，我先写一下。接下来是我备受期待的公虫，期待它几克？母虫刚11克。十五二十，不知道哎。哦，出来了！哇哦，小嘟嘟哎，有胸吗？没有，很棒，很温柔哎。好，可爱。16克，哦，17克。它长了，它比上次长了10克哦，它上次只有7克而已。肯定没办法哦，我很期待。我决定用更大的箱子来养它，因为不然我也成长空间不足。希望可以养大一点。对，希望可以养大一点。10公分，十公分很大吗？很大。哦，好。既然是母虫的，就给它一样的房子就好了，把母虫给放进去。我们巨鳄叉角发展真的越来越令我期待了，希望下一次它可以变再大10公分吧。3个月后再见。下次应该就可以和化蛹的两只母虫见面了，期待它们的样子，也希望还没化蛹的公虫及母虫能够吃好吃满的继续长大。记得订阅小敲频道，才不会错过巨鳄叉角成虫的样子哦。